他说，哎呦，他说，以后都不许一罐不成，否则我就去把山贼的手给砍了。哎呦，你说好不好笑？我以后一罐不成，关他山贼什么事啊？当时我差一点就笑出来了。你的这位爱人还真是个有智鬼啊。我都不知道，我每次哄他，哎呦，都跟哄小孩似的。哎呦，把我给累的。可我竟然有点羡慕。什么？我说我很羡慕他。听了这么多，真希望故事里面的那个人是我。王爷，你喝多了，你醉了。那就这样醉着不好吗？一条路走到尽头蔓延，此生会恋恋不变，夜到心不变，迷恋只的是你如我愿。总该相信奴婢的话了吧？我想静静。公主，如果我们再不出手，王爷又会被林洛锦那个妖女抢回去的。你清醒一点，她的手段你都看见了。公主，我们现在只有这最后一条路了。我住的地方，我跑出来干什么？钟哥哥，该喝药了。玉儿贤惠，这些事情本不该你来做的。
钟哥哥，感觉怎么样？嗯？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怕你苦着，想着再给你煮点红豆汤。玉儿，你真是太贴心了，我不打紧，你快去休息吧。好，那我明早再来照顾钟哥哥。公主，王爷喝完了。嗯。有人？没有人啊，公主。你是不是太紧张了？可能吧。公主，明天一切都会好的，我先扶您回房休息吧。嗯。没有想到这下药之人竟然是……决定不要他的时候，他为什么要这么撩我？这个大直男他怎么这么浪漫？啊？难道是他恢复记忆了？哎，不对不对，他要是恢复记忆的话，那他也不会走了。难道是他重新爱上我了？叮当，系统检测到玩家林洛景想要查询，好感动。但是，一天已经过了，查不了了哦。什么嘛！关键时候掉链子。哎呦，如果他重新爱上我了，那我还要不要离开？哎，每次想要走都走不成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程序员没有做好圣经跟南岩以外的地图。系统君，你不要太变态了吧，让我剪不断，理还乱。